这个案子是由我的客户吴小姐委托我做这个设计案。那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其实对这个案子并没有预设说它是怎样一个 style 的一个的作品。其实我想尝试，就是说借由我的客户吴小姐，她给我一些想法。就像这个房子是，应该是说我们工作好久，努力好久，我说想要一个新的房子，然后我想要什么样的氛围的房子，那我就告诉我们的设计师说，我这个房子我要很轻松，很 relax，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做了二十几年，就是花艺方面的那种，一直都在学习创作，有很多地方可以放我的花艺。然后另外就是我先生有一些我们自己很喜欢的收藏，对，比如后面这个，我就希望说能表现得出来。是，所以这个沟通大概沟通了至少三个月吧，我都不准他动，一直到三个月我们沟通好了，我们再开始做。所以事实上在开始做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的那个已经有一个程度的沟通都 OK 了。是的，是的，对，就是说吴小姐刚才讲几个她的生活上的特质，还有他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的兴趣，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元素，所以可以启发我、启动我一些在空间上的表达，以及说一些创作一些思维，我怎么去把它表现出来。那当然有一些技能上的考虑，那我想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设计案跟客户互动之后，透过聊天，透过他的特质以后，我们发现是需要利用这个光线以及材质上的运用，去让他空间上产生一些表情。那也借由场景的一些层次以及空间的序列，去影响带动他的心里面、精神面的一个心情转换。那我想在空间上，我就是布局希望说保留这四大开窗，去影响各个空间的不同，产生它的对话。那进来的时候，入口进来，我希望它就是一个层次的变化以后，整个开阔空间，那再转换到自己的主卧空间、私密空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转换。那他可以借由这些转换到他真正他想要去就寝的一个心情上是很舒适的，所以这个是我在空间上的组织里面我想要表现的。